是个什么钟也不清楚，响了好几声。哎呦我天哪，这面是个大公园啊，动物园岛。动物在哪儿呢？我觉得我就变成了动物了。这面这个确实游客很多呀，家庭带孩子过来的也挺多。看看这个，哎我这真是累屁了。刚才我看到一家那个卖汉堡的，汉堡套餐，汉堡加薯条加可乐78，哇塞，这个价位你说我怎么能受得了呢？